嗨，早安呐、啊。嗯，我怎么在这里啊？好，日本人 Studio，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啦。对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有没有看后面这个日历？应该就是今天吧？对。我是在10月15号排，因为我10月16号就是我生日当天要去补习，我要补到晚上9点半，没有时间拍影片，所以我今天就来拍啦。那这部影片我会设定好是10月16号发，所以今天你们看到影片的瞬间呢，就是我的生日啦。什么声音啊？这是我的生日，耶！好，那么，最近这几天的影片应该都会是庆祝生日的影片，因为我好像没有在我频道发生日的影片过，因为我频道我是去年10月多号，下面应该会写10月几号的时候创立这个频道，那时候的11月我没有拍影片庆祝生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看片庆祝生日啦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找这，是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玩这地图呢，就是有关生日的地图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看。哦，天哪，今天是我的生日耶！找爸爸帮我庆祝生日吧。日历2017年10月16号，这地图很老了，所以我是。这个日历我有换过，对，那我们来看箱子，哇，酷哎，哇，好，哇哇，为什么是要打怪吗？好恐怖哦！请勿超过栏杆范围，栏杆你在哪嘞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，规则一样，不可以破坏方块，不准作弊，使用 NEITN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可以调时间，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翻到50页。翻过来干什么？你以为有什么东西？好吧，给你个成就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作者。我叫小丸，是一个普通的小六生。这一天我像平常一样起床。今天是星期天呐，出去看看妈妈吧。看看时钟，原来已经下午1点。哇！好二约是这人的国语还好吗？还是问妈妈？还是问妈妈拿早餐？咕噜噜，记得拿箱子里的城镇之宝约。我还有100件，不，那我们今天来穿衣服吧。哦，黄色，好。棒，好啦，那么，那我们出去之前，先在下面点个喜欢吧，因为今天我生日哎，拜托，在生日，我们今天来破个生日要个吉利的数字，6个喜欢好不好？好，那么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出去吧，记得订阅我一下哦，现在破100订阅了，赶快。明年要破200订阅，对对对，好，我的房间好哦，这地图很老哦，所以就是像这种东西都是老老的，爸爸妈妈，好，空箱子，爸爸，我可以跳你的床吗？端腰，画，哦，爸爸与妈妈的幸福照片，这是爸爸吗？爸爸你怎么长这样啊？好奇怪。那我们来拿妈妈的照片，爸爸与妈妈的幸福照片。爸爸，你怎么长这样？我的爸妈怎么那么奇怪？光碟，不要。我今天，你有发现我的爸爸公司文件？看你觉得要拿，再说。好，你有发现我今天的 BGM 有没有？是那种没有听过的歌，就是这个音乐是拉丁，我也是说的。对，谢谢啦，
谢谢你让我用你的音乐。好，那么我们先出来，爸爸妈妈不在家。哎，说什么 ？Oh my god！ 哇哇，你是谁？妈妈，你长得不是苦力派，你怎么了？哎，那你拍的照片是什么啊？修图啦。对啦，妈妈一定会修图。哇，太心机。怎样？我妈的名字叫做村民啊。你等，我有那个。哦，给换。妈妈的训话，为什么可以吃鱼？哎，好吧，我给你吃鱼，星期几？哦，啊，不能交易，好吧，我们来看妈妈的训话。臭，妈妈好凶，去这魔酒上那儿去，坐着。算了，算你乖，帮我买东西去找爸爸吧。帮你庆祝生日约，耶、yeah ！没有动。哎、欸，今天生日哎、欸，我扫兴哎，拜托。哼。妈妈，你还好吗？妈妈变自荐师了，你怎么就改名 ？Oh my god！ 你可以换好多工哦。爸爸会读书、哦，爸爸，你长得哒，我怎么觉得好恐怖哦？我爸不是长这样吗？为什么过去怎样？为什么过去长得不一样？爸爸还好吗？打你一下，看会不会变回来？好，哦，爸爸你有密室哎，爸爸好，没东西，我们去爸爸的密室上看看。哦，爸爸，我隔壁邻居好帅哦！哇，酷哎！好，我们现在箱子，爸爸藏了什么？不明的控制感杆。好 ，OK 的，下吧，下去，好，好啦，那我们先这样过来，然后我们可以开门呢。他写什么？菜市场。等一下，妈妈刚刚叫我逛，去帮我买东西庆祝爸爸。好啊，庆祝爸爸。啊，买东西去找爸爸。为什么你们都有这种奇怪的钥匙上 ？What？ 我做了什么？啊？这是哪里？难道是地狱？不，我在弗莱芬花砖啊！记得用家里找的啊！我没带，没关系，我先用控制杆杆。芝麻开门，到。这剧情伸展开，哇塞，哇！这剧情，一哈，为什么我生日还要？他做这些东西啊，不觉得这样啊？生日要被我烧哎、欸！哇塞，这生日也太可怜了吧！哦，终于回来了，继续买东西。好啊，不是要打 monster 吗？哪里有 monster？ 这剧情超神展开，爸爸你要死！妈妈的训话就可以换爸爸的话，这什么原理啊？不懂。好。嘿、hey, 啊，孩子，你回来啦！我约好娜娜和小鹿，是谁呀、啊？在娜娜，先去爸爸妈妈待会。好，应该能换什么？嗯，啊，就这样。他叫我去哪？娜娜家。人家晚上哎、欸，我不用睡觉吗？算了，你开一个睡衣 party 也不错。娜娜家在哪？娜娜旧家，所以我应该是她的新家吧。那里为什么有个红石？等一下我走死路。为什么啊？巷子还有死巷子、啊？这谁家？小鹿的家啊？
娜娜的家在这里。然后爸爸指示，好，嗨，这是谁？爸爸妈妈，你们会瞬移，好恐怖哦。好，这是谁？娜娜爸爸妈妈，爸爸妈，所以你如果是爸爸的妈妈呢？你把它吃掉了，好，这样好，这里没有什么哦。成就作者感言，哈，就这样没了。所以这地图到底是成就时间想太多。感谢大家游玩本人列的没把它做不好，就这样。好，结局，小丸你来啦，娜娜、小鹿，我们今天就要上学，我今天玩的痛快一点。好，这概念，很好。好，好了，还说你们不是很期待生日，真的吗？快开始吧，耶、一家人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。对，快乐的生日，你是谁？娜娜，嗨，娜娜，你是男的女的？能交易吗？我没有腐肉哎。娜娜是神职人员。等一下，我下不去。哦，好，这是爸爸妈妈，那为什么多了一个人啊？怪怪的。哎、我可以换好多铁帽帽啊！我变爸爸妈妈了。哎、我有纸，不是不够，是吐司、救命啊！救命！看我蛋糕，看我蛋糕，哈！用蛋糕砸你，哈！你是谁？你不是我爸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跟爸爸妈妈结尾吧。那。这次生日我没有拍那种太，你知道真人影片会比较花时间，我没有拍那种太花时间，因为要断考了，所以对。那么今天就是对我的生日，在下面祝我的生日快乐，呵呵。好，那生日之后我还会拍更多影片，只是生日就今天我没有比较好的影片，对，就只能发这一部。那次我还会跟拉杰威尔还有一些人帮你片哦，那我就这样，我没有时间再用什么订阅喜欢什么，拜拜啊，不好意思。